今天都很。你的机械秀是八点钟哎，那这个呢？他不会秀啊，他就是开始录的那个灯号啊。哦。货对就好，你看，这就是走路的痕迹啊，大概就会陷下去五公分那种感觉。其实都一样，就是你前面往前跨一步啊，后脚一翘，后脚一翘就会踩出这个样子，应该是还好。那里对啊，声音比较讨人厌，就尽量要在雪堆里做转弯那种感觉，转。
要切过去吗？切过去，大概这样子切吧。这个形状看起来比较陡，所以要先往右切，再往左切，先往右边这边切，回头切。你看，经过众人的合力，现在已经什么都不剩了。什么都不剩。对啊，你以为很乱的东西，其实回头看好像什么都没有。对啊，没了。蹭边边的，一点点也好。是要掉的，不过它是那种后面勾起来的那种。
度，突然变慢动作。
什么时候都可以啊。我觉得趁着那一堆渣渣还在，我要把它滑到碾平为止。明天搞不好连那个都没了。进去沾两下，沾到了，沾到了，哎呦！我现在是根本就伸直的在滑了，但是我脚有用力，都没在反弹的这样，大腿会酸。是哦，这好像是我的路线哎，奇怪了，哈哈。
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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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像滑过去的形状啊，所以我才说惨不忍睹。车子的哈，车子也不像这样，对，所以就是看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，奇怪的形状。这边边也看不到，这边的可以啊，这边的可以，但是边边的就陷进去了，看不到，找不到在哪。放头朝哪就往哪滑。那台跟下一台一样，没有，它在下面，哦，它就也很近，好像全都放出来了。
一样多奇怪。因为它声音大，你说为什么容易跌倒？那里声音很大，呱呱的声音。开始练习我的缓速侧降吧。刚刚一直在侧降啊。那你怎样？刚才你是说侧降吗？对，是哦。那你要我先下去吗？这里就是呱呱边。那我先下哦。其实上面比较简单，这里就会比较丑。那我下去那两个人的位置，还是我要帮你录？
看紧张的程度，紧张的才会刹车刹太多，那就是多滑多滑这。黑啊！喂。好。你走第一个，我走第一个，你要选路啊，选不太快、不太慢的路啊。大家都走一条路，然后你再往右，你再选一条路。看坡度啊，这样随便都可以走啦。是都可以，就是要选觉得自己不觉得速度太快。啊？怎样？你走啊。啊 ？Go。你快跟，你跟着他，不一定要百分之百啦，不要勉强。速度太快就只好比他高了，这样。对啊。好吧，直下好了。
这我不记得、欸嗯、他是旁边有个帘子啊，就有人你拿给他，他就把东西放进帘子，他帘子里也不知道有什么。球鞋收起来。可是我们是早上就穿着球鞋换了，看你要不要。我已经会用柜子啊。对啊。所以你说的没错。我们早上换完鞋就把球鞋放进雪鞋塑胶袋里，放在小箱里。然后。然后全部穿完以后才要哎。全部穿完，我们是怎么走过去寄东西啊？穿拖鞋啊，感觉今天借拖鞋啊。我还是把他的拖鞋穿走好了。对啊，因为要先寄、嗯，对，那就穿拖鞋吧。然后是早上离开房间前就把鞋子放在小箱里。嗯、对啊。起来的时候，他好像，我不记得他有叫我更新呢、欸。你一讲这件事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是新出厂的14，所以里面已经更新了，不是什么叫后啊，一打开就叫你更新的。501公尺，所以这个缆车有501长吗？500公尺长的缆车。吃一颗糖再下去。啊？我要吃一颗糖再下去。嗯。这个坡度比较不陡，我先去中间，然后我再录你一次。怪怪的。Huh?
转角，太难看了，太难看了。有吗？有啊。什么叫偷转角？那你把脚拿起来转啊。脚拿起来转，我不会怎样啊。是的。不需要用力的脚，你可以偷偷的拿起来，因为那只脚根本用不到。哦，小心下面东。这样搞一下，我才知道很冷，其实很冷。我的手快冻起来了。哦，你那里风很大吧？太久了。超山顶，然后直绕大弯。刚刚这个弯上半身是正的，不像以前是上往上的，很稳呢，习惯了哈。消灭了、欸，好，我跟你，来我拍照。那你就这样子啊，后面很蓝。哦，这样有休息到吗？是这样子的吗？这只抬不起来，这只倒抬抬不起来。那表示你现在歪一边站，还是你要换边站？好，六台。这样子吗？嘿啊。那路酸的，今天很酸。要运动收血，还是要花点力气？肌肉。感觉真的被划光了，只剩下几个小岛，残存的小岛。小孩的爱，尤其我们这种，我就给他冲过去，就把它弄破掉。嗯，切得更碎。Thank you.
比克。哇，你够厉害！我去泰去泰狗，我泰不泰狗，你泰我就很厉害了。居然你应该要泰国，你也不要日本，奇怪啊！为什么要日本？日本很无聊啊。就是比较看小弟工作是比较不需要跟人家接触吧。我们的工作是需要跟人家接触的，虽然有些是审查，但是我可能日本那些同事就是还是怎么讲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审查通常开会会是比较重要的会，就比如说一些案子讨论，然后那些案子讨论的时候通常都用日本。哦，那你就觉得，就你审查基本上你就是一个要秉持一个。它真的是速度比较快，之前是2过3秒才会到，就是21秒后就到了，吓我一跳。所以他们就很明显。对啊，省电啊，就是很明显，大家放假到今天。他不会晚上不会明天连这个都不开了吧？应该是不至于。他学长就是我大了还想要偷懒、啊。但是我本来还期待说下了大雪可以多开几道，看来也不会，不多不少就这些。嗯。好了，体验过了。以前还说要来避暑什么的。但是现在吃也吃过，旅馆太烂了，不要。就，但是哦，那个马卡斯他家好像也是没厕所。好。
我没有想要住妈妈她家，我没有。不是，我的重点是说我在想哪里可以避暑。夏天的时候一定会想要怎样怎样，然后啊，就真的这两个地方温度就是低啊，是够高的温度低，就。我练走了哈，拍一张。很难哦。哎，这里有个人乱哦，我还以为是在里面冲。我拍一张是因为我们现在前面都没有人。哦。然后天又很蓝。快点，哇，好像太阳被遮住了，颜色在变。一点点，但是我手机也要拿稳一点。哦，拍到了。感觉都没了，怎么插不进去？插进去，真危险！感觉没人，实际也差不多啊，因为你滑到三点，还会继续滑的人也差不多了。我们也是要收工，自己滑最后一道。最好是那个水泡就好一点，压压治疗法。只要你没有在上面上下加伤，那个压一下是有效的。加什么伤？就是没有用摩擦原来的地方，如果摩擦原来的地方就会更严重。但是如果没有摩擦，没有做，没有跟昨天一样的问题的话，今天的穿雪鞋就会把它对压平。那当然是反而有助于。这里保留的还比下面多嘞，下面是根本就完全没有。好冷哦，你看外面好冷，是蛮冷，正面风。是哦，背后被晒得很。哎，这里有人穿，循着前人的轨迹，知道蹲多低，还是那就是他自己开的。后面再来一个。膝盖顶一点，觉得太快就去旁边，觉得太快就旁边顶一点就变慢了。拍一个景，没有全亮就是了。哦，啊，我太前面了吗？没有，没差。我说，哦，就是说连你一起。遇到吗？耶！哈哈哈哈哈！这就说起你走开啦，我太差。我是要先拍风景。可你在旁边，已经拍到你啊。没有，就没有，我把你放在旁边。对啊。嗯。好，走开，我要拍景了。你在前进。我吗？我在前。你在前进，对。再拍一张。我们会拍到影子，要翘得高一点。哎，笑。也是这种，也是跟志贺同类型的树。哎呦，你都是这样，会掉一根。
就是挂在手套上，然后手要紧那种。对，你要拍全合照，然后我们没有合照。全合照。全合照。是，应该是我的已经抢好一个位置了。哦，这样看一下。不要动啊！好啊，来哦。不是啊。下面套着的。啊，可以。你要把你的电罩拆下来吗？不要。太冷了。啊，一二三，好。完全不会拍手。不是啊，你们就站在原地。我是说我已经抢好了。啊，好哦，我们在原地，很棒。旋转。你有缩小吗？有吗？有啊，先。你要设个秒数。有啦。秒数啊。对，你叫哪来？秒数在哪？你的电。我旁边走啊。我还真不知道嘞。没关系啦。喂。有吗？然后要按哪里呢？延迟。我又可以练倒滑，这一边我觉得超好练倒滑。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用，什么鬼啊！你以前不是有个表可以按出来的？左下角，我终于找到了。不是，因为它改版过了，所以我根本搞不懂。会修，会修，有树也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好，可以。有了。可以了，三张。其实我想要这一边的风景。哪边？那边。带我们过去。你不要带吗？你不要带吗？再往那边去啊。哎。我在想你的高度，所以我再往下降一点。先带起来。我脚好酸哦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站脚好酸。你滑来我们前面拍三个人的，你滑来我们前面拍三个人的，拍三个人的，你站前面。然后背景是那个啊，我说你自拍，我们俩在你后面，然后拍后面。我很难转过来。你滑到第一名就好了，你下去你、欸、算了。来了，啥？不是，因为理论上你应该站最左边，你不用转向。好，就这样。这样看得到后面了。好，这样可以。不够高，来，来一张，一二三，好嘞，好嘞，来，一二三，好 ，Thank you。我脚上怎么都在跳跳跳，都是血。哪边跳跳跳的？鞋子上啊。哦。都是血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人这样凑出去。啊，他们去偷滑那个隔壁没开的雪道。哦，在那边不认识的。还是 patrol 吧。哦，很深。直接滑到后退啊。理论上可以。下面那个车，好，现在下面都滑到车吗？缆车。滑到最下面回旅馆的缆车啊。
这样看也是不错。就把这棵树当主题，这样一张，这样感觉拍不错呢，因为比较近。我也觉得。对啊，因为这里这棵树这样子。可以看很远呢。这样。我们两个不要动，真可以看好远哦。而且我屁股对着你，我要走。你有办法就下来啊！你下来啊！你下来啊！这样。我屁股下来，不要，我要调这个配速就好。两三，好，你要干嘛？我要拆啊！哦，好，然后你等一下，只要你只要侧降，你只要侧降大概一个人的身高就可以，我就可以拍你了。什么叫一个人的身高？侧降1公尺就好。看你有没有办法。好，很漂亮呢。是啊。比较好看。对呀，好，侧降1公尺就好。好，好 ，OK。好像广角。好，刚刚好。好。是套子缩小吧？手机怎么会变大？手机反而变大只啊！哦，你是说同一个手？啊，好好好，我懂，是换了手机的意思。好、嗯哦。你要叫我搬了？没有，你就是这个位置。我这位置，我现在身体很扭哎、欸，这样。不会不会，这样是 OK 的。来。预备，三二一。好，三二一，好。谁去啊？一起吗？先一起，然后再一起。你根本没有控制力，毫无控制力。你要把我盘子再拉歪，再拉歪，你把我盘子再拉歪了。好 ，OK， 三一，三一，好。好，他自己，他自己，站不起来，他自己。站不起来的人。我不是站不起来，讲什么话？快一点。要有控制力啊。控制力是一切的基础。这个地方又能站一分钟？有啊，这一分钟他滑下去啊，那么滑、啊？没有，哎、欸，好，OK， 要往下面的吗？对啊，快点，我的倒滑。不是啊，这里还可以拍啊。往那个方，你转个弯。好，可以。这里。大概只要30秒就回来了吧？哦，再10秒，出来了，来，这样拍只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逆光。好了，拍好了，好。在那，所以我就避免冲撞。
没晒吗？走那里有包花生，因为那里有包花生，这两段都有包花生，有包花生，听到声音就不要杀。回不去啊，那样切可以到，只能到旅馆一样高度吧。你要直直下去啊？对啊，你早上是这样吗？啊，早上有吗？直接切下去。什么意思啊？要直直往下吗？还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这样也是切啊，切切切。有一种山羊的感觉，头头头，我去滑梯的。哦，好。
笑。嘿笑。很好哦。明天就继续拍拍照。还可以了。嗯，可以烧高了。姿势乱七八糟。嘿，这个教练为何跑步呢？砰砰砰砰往左跑，他要干什么呢？哎、欸，走了走了，没看到了。他是跟缆车上的人讲话，有，然后那个就在那边推推推，不知道要干嘛。他一边开一边喷着大黑烟，柴油车，对啊，大黑烟。我那时候从楼梯有一根铅笔走过来就这边。什么楼梯？我就是从这个小屋子中间走过来。哦，你说。我们当初夏天拍照的时候、嗯、来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嗯，这里之所以没有人开发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冲不出来，这个坡度出不来。哦，对啊。一个教练带两个小的，对吧？所以压雪车压这一道跟那一道啊，中间一块可以大概让大家玩乐个两小时。但万一没有补雪，会不会就这样乱乱？他就这样乱了，他也没有要你滑，但是有人就会去滑一滑。那其实早上是很平的，很漂亮的。对啊，就没了。这两个人都在练吗？这个人一站就要倒了，初学者的痛苦。你是说陡度吗？对啊，也其实很难讲，要 defend 常说你有多少雪，因为雪板初学的人，要不就是很怕站起来会滑，啊，要不就是怕卡住往前倒，所以平到底对用好不好也很难讲，就是要看雪况。什么歌啊？还听不出来。对啊，这也是那个、啊、第二集的那个 Lady Go， 就是他还没唱到主要的地方，我觉得还认不出来。现在才听歌啊，对啊，主要的地方才认得出来。嗯，回旅馆不可以直走，会经过呱呱坡，要绕个 S 型。刚刚又冲进去了，哎呦！没人，
你等一下比较早出来，要先转回去。我在等等啊，先回去，要下楼说，要下楼说再一起下。怎么下楼？太小。什么？雪板吗？怎么出现的？很响啊！是它关不起来了。主要是鞋子吧，板子没有开。忘记了。关这个了。